看看新闻网。为了弥补入狱六年对于儿子成长陪伴的缺失，臧天朔决定为了儿子东山再起。近日他在北京宣布创建音乐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再创业。当被问及他和近年来电视选秀流行的导师有何不同时，臧天朔的回应还是一贯的直爽脾气。但是说这个谈到教育的话，我会把我们30多年的经验毫无保留的。此外，11月8日，臧天朔来日方长，全国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即将开唱。